Okay.你今天为什么要更新？继续跟你们教角色好了。我算了。那站在哪里？都错过了吗？还可以爱的礼盒吗？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大师级。其实我想直接介绍里面的角色了耶。先把下面可以抽的东西抽一抽吧。我送10元抽转蛋，那干脆抽到极稀有再来讲就好了。哟，抽到超级稀有再来讲。怎么送这么大？诶，他送大家好多哦！天哪！可是我觉得他送这些东西我都没兴趣，应该要送，应该要给五星的那种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还比较好玩嘞。哦，有了，我们要两星看景。其实我就是在等他这个啦。啊！我跳太快了。可是我角色也都练满了。不然你就先把明料99好了，然后之后再要看，之后再看要怎么用啊。等一下，那等于说我们剩下资源可以拿去投币的。不过其实还好诶，因为他周期都跟你们，他周期都跟你们讲说要练水了。好，先给你看两金坑姐的技能哦。剩下大家自己搞。巨岩是要主训，
就这样子喽。嗯，话说就是要不要看你们要不要练啊？因为我太多只了，我就先把它冷藏起来。如果你们超喜欢的角色，也是可以自己抓上去练。